这个马头明王的这个法，它主要是在马本身的牙齿，所以你如果是供马头明王的话，记得你装帐的时候能够找到马的牙齿最好，就把马的牙齿装到这个马头明王的身子里面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样子的马头明王，这尊马头明王的法力啊，是无人能比的，没有什么那个力量非常的大，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够伤害你。供马头明王所有的杠头啊，这个邪师啊，要害你啊，都害不倒你。